专家模式启动，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就可以重生怪物了。霸王龙，霸王龙，霸王龙，不要找到音乐，还是搜寻喜剧，其实就会有。有嘞，新演员有哦，新演员有很多首哦。后移好了，没有喜剧啊，好，要3000块，来吧，新演员助我一臂之力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冬之歌战，这是啥鬼？要接受这只怪物吗？也只有试这个选项了。既然是从这个东西出来的，那你就叫大凯吧。大凯登录到协会了，努力培育哦。哦，巴巴托斯，鸡跑出来了。流浪的怪兽怎么会在这里？这么大只能算在流浪吗？就是它比旁边的山还要高哎。有这么大一块空地啊！哦，看一下啊、哦，大凯的能力值还不错。要看战斗教学吗？不用，大凯这个力量完全碾压，你不用怕。按 Y dash 啊啊啊！来、啊啊，大凯使用爪击，使用爪击，哦，被冲走了。哦哦哦，很激烈啊！敌人，喷射白光啊！要跑，那个下面有气条哦。好 ，dash 要花石气啊！爪击，大凯陷入了混乱之中。我要等我的气啊！双重 dash， 哇！按 B 可以推他，怎么？战斗结束了，我们赢了是不是？啊！敌人倒啦！哦，他醒过来了，怎么办？怪兽已经精疲力尽了，那个是什么？咸蛋超人要来了，没错，有怪兽的场合，咸蛋超人就要来了。竟然还是最初代的那一只哦，看来我们只能静静守望着这一场战斗了。他会被抓起来，连大开心点。哦，来，咸蛋超人痛扁环节开始了。只能说能力值那是完全的碾压。啊，咸蛋超人是自动的。啊！失败！咸蛋超人丢了，怪兽没有爆炸呢。好，大凯，开始训练吧。我们要先决定要给大凯哪种饲料。大凯也肚子饿了，我看看有什么。OK， 超人的肉，咸蛋超人现在都能吃了，是不是？才有培育大凯，让他出赛大会，这个月就要开始锻炼了。好，开始做训练。大凯来了，把树木吃掉。啊，把树木踩碎了。太成功啦！哦，啊！我也不知道训练了啥，但是有在训练。喜欢的东西是黑咖啡，他喜欢难吃的东西哦。卡特这边的农场是这里吗？他带了一个奇怪的怪人过来了。好，就让我的大凯来会会你。再给喷就退休。大凯，你刚刚吃的很爽，大凯吃的很爽。OK， 这个人养的是什么大便？跟大凯这能拼吗？前冲！
冲啊冲啊，抓到你了，抓到你了，快冲啊！命中率也太，命中率也太可怜了吧？哭啊！怎么被推那么远啊？那我知道使出。大凯到底会不会发射射线啊？来了！哇，痛扁嘞，那是痛扁，差点直接把那怪兽给杀了。哎，大凯训练啦，感觉又该提升一下命中率了。这个命中率有点太浮夸了，大凯灵光一闪，开始雕塑雪人，大成功！来，再做一天重训，命中率什么的不需要啦，我们就做重训。级别一的官方比赛要开始了，了解一下敌人。敌人的能力值都不到大凯的一半，也太可怜了吧！我要跟怪兽了，你过来啊！我就等他过来。哎，发射！还敢抓我？我要抓死你 ！KO， 杀了，这只直接杀了。死亡射线，命中率真的是有够可怜。大凯选手精彩获胜，有人直接输三场是怎样啊？第一个要打这个玩具怪，这啥鬼啊？这为什么看起来像是地球的机器人？杂鱼。金刚飞拳，我被打到变鬼呢！玩具倒了，哎，哇哇哇！哎呦，他临死之前还给我一发，哎，哭啊，好危险哦！卑鄙，太卑鄙了！我感觉又是打这个铁脚的啦。哎呦，大力士赢嘞，让我看看你的力量。这只恐龙也长得太丑了吧！哎呦，它力量确实是大哎，但它的招式好像没有办法应对远距离的。拉远一点，拉开一点距离，使用头锤。OK， 它锤一下超级痛，使用头锤。哎呀，中招啦！完了，大凯怎么会这样？怎么输了呀，大凯？啊！啊！小人就是那个哈哈哈的那个，没事啊，大凯能力值高得很呢。敌人是这种智慧型的，走近一点，贴着打。OK， 有一只闪，哇，摩擦，不是啊，打不到啊！我播动画的时候，时间还是继续跳，我把它时间耗完了，血虐。完蛋啦，斑马！头锤不行啊，大凯怎么打出斑马啦？哇，他好硬哦，不是他好硬。这样如果我们三个都两分，这样怎么办？加赛，加赛是不是？加赛就不好说了哦。啊，加帮大凯加油！打这个白痴随便打，自己撞就好了。OK， 撞烂绕跑。
活哦，他这个头锤超级远。完蛋，两下没抓到，太棒。可以了，哎呦，险胜险胜，大凯选手获胜，我们是冠军。太爽啦，不用跟另外一只打哦。斑马早就被淘汰啦，不是我打赢，我打赢这个，然后他这个人上一分打赢斑马，所以我赢正常。哦哦哦哦哦！大海失控了，快拆房子！大海抓狂啦，他已经不听我们说话了，怎么办？光之巨人，那一道光来了，没错，光之巨人要来制裁他了。扁一顿才会乖耶，大凯如果不小心把咸蛋超人咬死了怎么办？大凯看起来可能有一点点难打倒他，大凯被 KO 嘞，好强，怪兽竟然被他摆布了。大凯平静了下来，三分钟之内就得要飞走了。斑马、杂鱼，轻轻松松的战斗。哎哎哎！怎么输给斑马啦？这能算轻轻松松的战斗吗？这个玩具随便打的，轻轻松松的打。怎么回事啊？玩具怎么也赢我啊？不可能啊！好像不能再鼓励一下大凯嘞，怪怪的大凯。大凯，我感觉你这周得吃草啦，我没钱啦。那是另外一种大凯，希望不要被他锤到哎，被他锤到啦，完蛋，撞啊！哎呀！可恶，小输一点。第二战巨大剪刀，这我抗着他。这个爪击是真的有点没用。哇，这个，哎呦，大海他这样有点厉害啊，他抗着我们。他开局那一下有点猛，没事啊，接下来全胜还是会赢的。好，这只菜的。还有闪电枪，OK， 这招废招。哇，什么状况？不好说，二杠三还是有机会夺冠的哦。哼，这只血少了，撞一下暴击带走。快好冷静。怪怪的，怪怪的，爪击，我看你就用爪击了，只能拼爪了，赢了吗？大海一杠四有机会夺冠吗？啊，你说我输了？你现在不好，还不好说，现在还有机会拿到一胜，完全打不了，这么惨。可能完全打不了，这家伙多强，这家伙菜的、0-4 VS 4-0，看好了大凯的逆袭，你别让我上吧，放我走吧。上吧大凯，先留气先留气，快闪开，可以，对，闪两招，漂亮，大凯有机会了，80%没中，再来，有了有了，
哦，赛区特产哦，水鬼，有机会哦，有机会抓到他哦。哦，他喷火，他在喷火弹，我们抓好这个距离。我问你，这伤害怎么那么差不多？我不知道，发生什么事啊，大海？啊，怎么样？啊？0-5啊，超越，超干平哎，他让了你一整手，一个火焰1900，人直接倒地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大概那个培养的人有问题啊，我不可能这么烂的、啊。感觉这次好像就是比较不行的怪兽了。大凯的1岁生日哦，来唱歌了，大凯生日快乐！有了许愿了，希望我可以退休。这周还有弱智杯啊？怎么听起来好像很适合我？刚刚0-5败，好像只能参加这种杯嘞。大海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吗？大海，你知道你是从什么东西生出来的吗？不知道，我前面没有看到。他一开始可以选择那个音乐，你是从新演员的那首主题曲生出来的。那难怪会烂嘛！哎呦，一开始就不对了呀。非常的强悍，一生出来就非常的强悍。一开始听到音乐就不想出来了。所以出来才会这样哦。一出来，圣诞树造型。嘿嘿，按订阅，按订阅。快订阅，快订阅。大家记得点赞、按订阅啊！